各位朋友大家好，上局曾经讲过学佛同埋佛学有啲咩分别呢？来来印顺法师曾经讲过，佛学研究呢作为一个学科，研究嘅方法动机应该系以佛法去研究佛法，亦系必须符合三法印嘅。第一个法印就系诸行无常，第二个法印就是诸法无我，第三个法印就是涅槃寂静。而在圣严法师一篇文章里面，佛法的基本原则就是三法印了。今天就将内容和大家分享一下，介绍这个三法印佛教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个的话题是比较上深奥一点的，可能朋友未必一时能够了解得到，有兴趣的你不妨在网上再查多些资料。今天这个呢是圣严法师的比较简短的解释，使大家有个基本概念的内容呢，就是佛法和佛教不同之处是在于什么呢？佛法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言教，而佛教呢就是团体了。佛所讲的原则和基本的教义是不会变的，但是佛教里面呢，它会因为环境背景的不同和每个人的根性的差别而形成不是一样的佛教。佛法基本不变的原则就是三法印，这个是一定相同的。从释迦牟尼佛开始到现在呢，是没有人能够是推翻的。现在呢就逐一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三法印。第一呢就是诸行无常。根据正言法师的讲法呢，他在佛的角度来看，诸行是无常的。这个行呢即是行动的行，但我们读行的主要是指心理的现象。心理现象呢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无常的，只是一滴一滴地慢慢生灭而已。第二个呢就是诸法无我，诸法是包括所有的一切法，在五蕴里面呢只有心法和色法，但是色和心这两个法呢是包含了无限的法，亦即是精神和物质的。一切的精神和物质的现象全部都是无我的，实际上是空的意思了。第三法印涅槃寂静呢是能够实证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就能够在烦恼的生灭而得到寂灭，生灭灭已视为寂灭。一般生灭的解释呢，即是说不再生不再死了，而佛陀的根本意思呢是实证空性，烦恼不再生灭了，没有烦恼生，没有烦恼灭，那就是涅槃了。譬如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道，虽然他色身还在这里，但是因为烦恼已经不再生灭了，所以那个地方就称为寂灭道场。三法印呢就好像一个顶，三只脚，缺一不可的。因为无常所以无我，任何的现象呢都是在变幻不已之中的，尤其是身体的物质现象和生理的现象。以心理现象为例，刚才和现在的想法已经不一样了，你昨天和今天的想法又不一样了。譬如两个人要结婚的时候，开始当然是山盟海誓，海枯石烂，爱情永远不变的，但想不到结婚一段时间之后，两人想法不同了，不只是想征服对方，甚至想控制对方，结果变成怨偶冤家的啦。同样是这两个人
为什么婚前婚后的想法会截然不同呢？我是一个观念来的，这个观念经常在变的。既然没有一个固定的我，那就是无我了。诸法无常是一个现象，诸法无我就是一个事实来的了。由现象了解事实之后，就是实证了空性了。既然体会到自性是空的，得到解脱，那就是涅槃了。以上就是圣严法师对佛法基本原则三法印的解释了。如果各位朋友你还是未深深了解得到的，有机会上网再听多些大德的讲解啦，希望能够大家了解到三法印真正的意义。多谢你收听。